哎，你知道吗？他昨天还故意演戏给我看。那很正常啊。红玉就是你的门神，只要有他在，谁敢上前啊？你得创造单独见面的机会。对呀，红玉是门神。是啊。 是上次去你们那面试过。哦，对，我现在特别想要这份工作，我随时都可以上班。啊，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去，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姑娘，你不干了？我干完这一单，我就不干了。刘师傅，我一会儿去 Baby Face 这些东西呢，你都不用动，明天等我回来继续做。哎。 Baby face 是什么意思 ？Baby face 就是宝贝儿的脸蛋的意思。好，我走了。您就穿这身去面试啊？哦，谢谢刘师傅啊，再见。我的脸蛋，有意思。 先生，你想喝点什么？白开水吧。白开水？对啊，就喝白开水怎么了？所以你得忽悠他们，让他们选择二选一的选择。哦，先生，请问您是要喝洋酒呢，还是红酒？洋酒吧。嗯，你是要喝白兰地呢，还是 whisky？ 哎，上当了啊！ 所以跟客人说话的时候啊，你得目视对方，以示尊重；服务的时候呢，半跪式上升微倾，尽量靠近客人。客人说话的时候啊，随时点头附和，以示听清。若没听清楚，说一声麻烦您再说一次。麻烦您再说一次。哎，对了对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您刚刚说太快了，我没听清楚。 刘师傅，哎，老板，他人呢？人呢？啊，那个小丫头她说到叫什么漂亮宝贝儿的地方去面试，叫Baby Face。哎，对对对，就这儿。他真想把我炒了。每个月底薪800。 然后按你推销酒水的总额百分比提成，底薪加提成呢就是你的全部收入，一个月2000-3000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本事揽几个大客户的话，10000也可以啊。真的假的？收起你无知的表情吧。喂。 喂，你现在帮我干件事，要老实一点，别乱跑。我没有瞎跑，我在找工作。Baby Face 有什么正经工作？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不用你管。我还没吵你，你还是我员工，给我回来！我才不给神经病打工呢。挂了老板电话，我觉得好心态吗？我神经病？哎，人家不吃你这套吗？来来来。 吃个棒棒糖补补身子，来，来，请。我们的合约还没有到期呢，上次给你们进了那么多的货，所有的进度款都没有打，你现在解约，这些尾款怎么办？这钱你还想要吗？你欠我多少钱？我们是有合约在先，你也知道目前天墨的状况。 这些款你不打，我员工工资怎么发呀？你呀，你也坚持不了半年了，啊？我还不见好就收啊？行了，我的话说完了，啊？你自己好自为之，我不打扰你。你走。陆姐。
你上期这个老家伙拖着尾款不付，要不你约他出来吃个饭聊聊？我约他也没有用啊，还是你想办法吧。嗯，请红玉出来约他。 怎么样？嗯，这杭州龙井味道不错呀，是新采的吧？你要喜欢，以后让红玉再给你多带点儿。哎，明玉你回来了。哎，红叔，你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我在工厂，听不见。啊，红叔，身体还好吗？哦，还可以。不过你这孩子，好长时间没去看我了啊。 过段时间我去你那儿，我们一起杀几份，好不好？真的，我等你。<笑>您先坐，我上楼了。你别走，坐这儿，我们全家都在等你。明宇，有喜讯。啊，明宇啊，刚才所有的人都在说你的事儿。哦，你又说我什么坏话了？我没有，我刚还跟他们说你。 现在变稳重了，越来越懂赡养样子了，是吧，哥？当然了，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别听他瞎说，我还在打酱油。明宇，你听我说，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折腾，现在你爸去世了，你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游手好闲了。另外，我再提醒你，你现在是天诺的董事长。 你不是什么赛车手，更不是什么修理工。以后修理厂，你少跟我去，多去天诺帮帮你哥不行吗？妈，明宇也是这么想的。妹妹，你也老大不小了，我正跟红叔聊着你跟红玉的事情了，明白吗？妈，我知道你们在聊我结婚的事吗？ 也没什么，就想听听你们的打算。我要结婚，今年就有打算喽。不会吧？我没听错吧？你有打算了？就今年。我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起过啊？我最讨厌人家催我了，反正时间到了，我会跟你们说的。要么就娶红玉，要么就娶别人，就在今年结婚，好不好？ 来，热腾腾的馄饨，谢谢。哎，你知道 Baby Face 吗？那不是夜店吗？你不会是去应聘了吧？我觉得酒水促销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你看啊，晚上上班，白天可以干别的，能做兼职。其次呢，嗯。 工资日结，一天一算，挺好的。你现在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吧？你是正经大学生，白衣天使，你是拿酒精救命的，不是拿酒精来卖命的。嗯，机会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所以说，理想是用来破灭的。理想即使遥远，但还是有。又不人活着多没意思啊。你就是自己作的。 想法太多，对自己又太苛刻。像我，像你，懒得连恋爱都不谈，所以才胖成这样。胖，才能从人群中凸显自己。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多赚点钱，可以给我妈治病，其他什么都不想了。这不会又是一个幌子吧？
我才不管是不是什么幌子呢，我就知道，有了明宇这句话，咱妈红山红玉的障碍就彻底扫除了。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这红山和妈也许会相信，可红玉可不一定啊。要不娶红玉，如果娶别人的话，那这红玉还不得全副武装的和你们都争到底啊？嗯，所以说，我们联起手来，帮明玉扫红玉这颗雷。就算卖老米个人情，帮我们拖住红玉也好啊。那夏薇你们还用吗？你找我干嘛呀？好了，别吃了。不吃会化的。赶紧跟我说怎么搞定你姐。向她求婚呗。求婚？太快了吧。什么时候结呢？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个负责任的态度。求婚算负责任吗？女孩子谈恋爱的终极目标呢，是为了嫁给他。如果你让我姐看不到这个希望，那她当然没有安全感了。你真应该靠嘴吃饭。谁不靠嘴吃饭啊？奇怪，开你车。月儿，要是不合口味，就再点点别的。不用，是人让我没胃口。啊，月儿，哎，这女人太瘦，其实不好看，咱不减肥了好不好？是，女人没肉不好看。我觉得你啊，还是胖点好。看见没有，还是年纪大的会疼人。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欠天诺尾款啊？哎，是啊。为什么不结？哎呀，你看我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咱们能不能不谈？不行，你不聊是吧？
那我就走了。哎，别，你说，你们有合同为先，你拖着尾款不给，有点太过分了吧？哎，玉儿，你总啊是我们的老客户了，为人特别讲诚信，不会拖欠的，对吧，米总？王月，你可不能冤我。这陈金宇欠着我的钱，拖欠不还不过分。我呢，拿不着我的钱，我还得倒贴，我叫过分。这做生意不能这么做吧？对不起，我不太舒服，我去个洗手间。玉儿陪我一下。哎，你没事吧？哎，不要紧吧？哎，嫂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没喝多少酒啊？不会是怀孕了吧？三个多月了。真的？那靖宇哥知道了吗？他不知道。他就算知道的话，也不会同意要的。为什么呀？你们早就应该有孩子了。因为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嫂子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但是你要保证，这件事情你跟任何人也不能提，好吗？嗯，说吧。现在我们天诺公司欠米尚奇8000万，现在公司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如果这个债务还不上的话，公司就要破产。破产了？有那么严重吗？就是这么严重。现在你靖宇哥急得四处借钱，但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根本瞒不住，也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我，所以只有请你帮忙。玉儿，你怎么不吃啊？要不然再点点别的。咱们再谈谈那个尾款的事情。休息的时候不谈尾款。米总，要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 baby face 接着谈怎么样？你请我。你不是一直都想这样吗？好啊，那我们接着谈。啊，那我订个包厢。嗨， baby face 是我开的厂，我去随时都有活。这样，咱们晚上不见不散。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不玩了，康康，明宇不跟他玩了。明宇，我跟你说啊，宏宇啊，帮你找好摄影师了，你跟夏薇说一声，让他后天上午啊，9点去那个创意园的爱上影摄影棚，好吗？爱谁通知就谁通知吧，我才不想理他呢。怎么了？对待夏薇彻底没招了吧？小苏，你怎么不使出你的大招啊？什么大招？亲他。喂，谁教你的？小苏上次教我这么对付孙甜甜。陆姐啊，给康康好好找个人管管吧，不然的话真会上房揭瓦的。我知道。对啊，要找一个麻辣教师来应付你。死康康，我怕谁？先等会儿啊，那行吧，那我让秘书打电话给校尉。不用了不用了，我去找他。哎，不着急，先吃饭吧。对，先把饭吃完了再说吧。不吃了。小苏，注意他。吃饭，快吃饭。吃饭。生气了一会儿。
明宇啊，最近忙什么呢？好久不见。你忙什么？我最近有部车要保养，能不能给我个优惠？当然可以了，找老周就行了。今天怎么着？就一个人来啊？哎，我问你，这边有一个新来的叫夏薇的吗？对啊，您认识啊？他在哪？上面啊，上去看一下吧。哎，月儿，现在人都走光了，就剩咱俩了。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咱俩的事儿，啊！哎，说就说，别碰我。哎，你看这明宇多不像话，连夜总会的服务员都跑。哎，你呢，还在这给他追尾款，我可不行了。我保证，要是你答应我，我立刻就去。哎呀，你别碰我！哎呀。哎，别碰我！你赶紧放开我！你赶紧放开！你听我说，干什么干？你生气，你放开！追！夏薇，你别走啊！听话！你来来来，我跟你说。哎，你放开我！你放开他！哎，放开他！躲开吧你！哎呀，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你？撒手！撒手！哎，玉儿，别跑！夏薇他真是见义勇为，你说他一个小丫头片子，不到万不得已，你说他能打人吗？是不是？陈明宇是受害人，请问他可以走吗？交了保释金，陈明宇可以走了。那夏薇呢？经过我们调查，夏薇打人属于单方行为，至于是要进行民事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我们要等医院对米尚奇的伤势做出判断。现在事情还没有着落之前呢，我们决定要拘留夏薇。红叔啊，明宇呢？红叔，明宇签完字就能出来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带红玉先回家，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处理，好吗？对。明宇没事吧？没事，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进去啊，再处理点事儿，我去找你。好，那我们先走了，走吧。慢走啊！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我怎么了？米尚奇找红玉谈话，你怎么都不盯着他？我盯着？不是你说了让我去撮合他们俩？想想什么办法，跟红叔解释，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夏薇，知道吗？以后挣钱我就不能全给你。哎，陈明宇，那个警察要拘留夏薇，需要30000块钱保释，我没有，你先借我，有了我还你。我钱不够，你等我一下。哎，我说的是借吧。哥，哎，我身上没钱，借我30000块，把夏薇保出来。米尚奇没醒之前，夏薇肯定跑出来。我去找那混蛋。哎，明宇，你冷静一点。
我已经说了，在米尚奇没醒之前，夏薇肯定保不出来。你招米尚奇有什么用？我就整死他！哎，还是你老大不想赢了，办事还这么急躁。夏薇现在已经把米尚奇给伤了，你如果再去米尚奇那儿闹事儿，万一他醒了要告夏薇，弄不好夏薇要坐牢的，这事儿不是越弄越乱吗？就是，更何况现在米尚奇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他不能有事，他但凡有事的话，那我们谁都救不了夏薇了。你把这卡拿着，取点钱出来，万一有用。好，走了。哎，对了，你啊，去红衣那一趟，尤其不能让红山知道夏薇，明白吗？嗯。那你呢？你不去啊？我去趟医院，去找米尚奇，看看能不能让夏薇在那里多待几天。来，进去吧。警察同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很抱歉，我们只相信证据。我们现在正在等米尚奇的伤势报告，等报告一出来，我们才能判定你的责任。你啊，还是先冷静冷静吧。我妈妈有病，她不能知道这件事儿。我知道。我们已经按照你提供的电话联系了你的好朋友侯幸福，他现在正在替你想办法呢。真那么严重吗？我会坐牢吗？根据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让你家人到受害者家属那里好好的协商协商。就这样吧。明天我就起诉那个混蛋。哎，红叔，红叔，哎，您别那么冲动了。再说现在我们也不清楚状况，而且那个米尚奇不是在医院的吗？明宇在那边呢，我们如果这么冲动的话，对我们没有好处的。那个米尚奇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混混什么呀？混，我没跟他混，我请他喝酒也是为了帮天诺追尾款。什么？你帮天诺追尾款？你追什么尾款呀你？红叔，红叔，你别说他，这真不关他的事儿，是我带着玉儿去跟米尚奇吃了一顿饭。我们想呢，这个米尚奇有些事情很听玉儿的，所以我希望他能帮帮我们的忙。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如果我清楚的话，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红叔，真对不起，玉儿，都是我不好。孩子，这事儿啊，也不赖你。你看这样吧，现在呢，时候也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好不好？行，那红叔，那您也别再问他了，让他休息吧。那明儿再说。哎，好。玉儿，玉儿，我先走了啊。现在呢，休息，然后快睡觉啊。慢走啊，不送了啊。米总，还晕着呢。哼，你们哥俩行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把我打死了，那钱就不用还了，是吧？要不咱们俩单独谈谈。我告诉你啊，废话少说，这事儿我没完。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绝对不能饶了这个打你的女孩。我肯定不能放过她。还有你弟弟啊。我一个都饶不了。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你还不了解吗？
我这脾气，我抱着呢，我先奸后杀，下策。这我管他什么上策下策，我出气了再说。你不会不知道，先奸后杀属于刑事啊，犯了事儿，你跑不了。真的，这种事情啊，还用我亲自动手吗？买凶杀人也是刑事案，犯了事儿，你照样跑不了。我在想啊，你那么多钱，做一个逃犯亡命天涯，亏不亏？那你的意思是，叫他赔偿？我缺钱吗？我就是想出口气。你会嫌钱多吗？多呀。多呀，他给得起吗？他放心，一定会有人替他还。听我的错吧，不然你那些钱我怎么能尽快的还给你呢？这是一码事吗？这让我进去，不能让我进去。老板跟你说啊，不让你进去。替他还钱的人不能进去。让我进去。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米总。你怎么能够动手打米总呢？他欺负红玉。欺负红玉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呢。有事外边说去，别影响病人休息。好了，回家再给你算账。怎么样，头还疼吗？疼。把我的那小丫头呢？派出所呢？把她给我弄出来！啊，弄出来！啊什么啊？不弄出来，我怎么整她呀？有什么事对我说。哎，你也打我了？你也打我了？我，疼，没事吧，老板？疼。人的是他，你心疼了？你对红玉动手动脚，当然要负责任了。我跟红玉，我们那叫你情我愿。放屁！告诉你啊，反正这个臭丫头，我饶不了她。我夏薇打你是为了我，你要出什么气找我？我肯定得找你啊，到时候你小子别犯怂就行。哎。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女儿打人是她的不对，你大人有大量就放过她吧。我女儿现在还在派出所呢，我求你了，你放过她吧。老板啊，我对不起你。有钱有势，别跟一个小丫头一般见识。你要是不出去，你就打我，你打我行吗？走走走，谁让他们进来的？快走啊！让他们都给我出去！哎，你这人，等他从派出所出来，我一定饶不了他。我整死他！你不行的，老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放过我女儿吧，放过我女儿吧，我求你放过她吧。你起来，阿姨，先起来。放过女儿吧，你别碰我，我女儿都是为了你，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大人，我求你了，只要你放过她，你让我给你当牛。我的心甘情愿呀！你别告他，你别告他，我求你了！医生，医生，医生！放开我！完了，你们，你放过夏薇！我这……啊，什么意思？不玩生的？哎，怎么了？又想给我来一下是不是？好小子，哎，你冲我来，冲我来！哎，今天你要是不把这瓶子砸我脑袋上，哎，你他妈就是孙子！你别逼我！我就逼你了，你又怎么的？哎，医生，放我下去！好小子，有种！怎么又一个呀？
你们要再打架，我就报警了。行行行，你们都出去吧，都出去吧。哎呀，这个红玉为了你追债啊，是不惜投怀送抱。这个夏薇为了你，竟然敢动手打我。你说，你要怎么做，你才能放过夏薇？500万，少给我一分，我就跟这个夏薇没完。500万，你疯了？我告诉你啊，500万算便宜你了。我500万，你疯了几针？5针，1针100万。我干脆让你砸我一瓶子。你要是这么说，我还不要了啊！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从外面把门给我带上。能不能少点？我告诉你啊，别跟我讨价还价。从现在开始，这事跟你没关系了。我就等着找夏薇了，啊！哼，小丫头片子，敢打我！李哥，给个面子，3百。哼，还有米哥了。我告诉你，我朝你要500万还真没留有。这个，跟你哥欠我的8000万没结，就是九牛一毛。成为过去和记忆，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每时每刻都有潮乐潮起，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纠结。